卧底100钻600万死路，金枪6级套啥都有。开一局直接下辐射，有个老六跟在后面，谢谢他的狗牌。下来后直接进老鼠基地，这里有很大概率没有被开。第一个箱子爆了2个显卡，再来看第二个，金条和图纸，再开个5G枪，这样一来保底和武器都有了。现在出来有箱子就继续开，又是金条显卡，过来看到矿机没开，现在悄悄到上面找位置狗子，因为最肥的那个会来开矿机，要是这箱子没开的话最好，你看这不就上钩了吗？过来看看，老六我真的服了，我去，直接爆仓，包都根本装不下了。现在进来主楼收破烂，看看 boss， 再把之前的东西收一下。这里还有个箱子没开，我给咬爆金。现在过来把矿机开了，7788捡完已经500万了。刚刚这还有个箱子没开，啊，这纪念奖杯，这把满载而归啊！出来后不着急，路过看看空投还有没有，居然没人捡，那我就勉强收下了。最后看看这把赚了多少，直接刷新记录。